现在我们已经在桥底下了，这下面还有一个小的集市，我们进去逛一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天，我们现在是在 Archway， 就是一个跳蚤市场。这个旧货市场每个周末都开，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At the Dumbo， 这个 Dumbo 20里面一到周末就会有卖这些旧货市场的，在这儿买旧货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买这些东西还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它主要是很多东西是有怀旧的价值的。这个市场不仅仅在桥底下，在外面实际上也有一大片。每年4月到10月，周末2天都会开。不要以为旧货市场的东西会便宜，这里有的牛仔裤一条都要100多块钱。旧货市场旁边有好多餐厅可以选，这边的餐厅还都是挺有特色的。这些老厂房现在都变成餐厅了。现在我们要参加 Leica 组织的一个活动，就在这附近。今天是 Leica 让试新机的一天。这个小 area 叫 Photo View， 都是跟照相有关系的。我们已经领到今天的新相机了。这些人都是今天来试相机的人。大队的人马跟着我们的指导师走。这里面就像一个小的 Secret Garden 一样，一进来就凉快了。今天这摄影班挺会找地方的，外面太热了。三位女模特都特别的配合，摆出各种姿势来让我们拍。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模特。That crazy smile, beautiful. Oh, good. Okay. It's the Polaroid. It's the Polaroid? Yeah. This has been perfect. You tell me that real quick.What do you think? We did before. Actually, the store was like a hidden shoulder, so it's not okay, featured. Okay, so maybe just like a straightforward. Straightforward, yeah. Hair at the face. Hair, yeah. Yeah, that's actually a little curl. You like that? Okay. Let's go. It's like that photo.中午大概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第二个 session 了，趁着有点空看看今年这个 photo view 的一些照片。
这位摄影师在介绍他的照片背后的故事。第二个 session 马上就开始了。Now I want to introduce your instructor. Hi. 上午和下午的拍摄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下午是要准备拍四个动态的模特。Brooklyn Ice Cream Shop. 先找到了第一个地方。拍这种动态模特非常的不容易，要躺着趴着拍才能拍出好的效果。当然这些模特也特别不容易，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蹦来蹦去的。中间我们一共换了三次地方，这是其中的一个，就在桥底下。这个红墙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四个模特里只有两个能够跳得足够高。现在已经比较晚了，我们准备去还相机了。Very good session. Yes, WANG. Yep.今天的活动是整整一天，现在是大概5:30，快6:00了。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Thanks for watching.